来这种场合呀。打开水龙头，流出来的水又浊又黄，让人看了头皮发麻。老何那个，另一户居民家的水状况也相同，装到保特瓶内，一整罐呈现黄色。苦主们是彰化大村乡的居民，整个水用的都变哪里呀？居民安装内渗透过滤，短短几天，滤芯已经变黑，直呼根本不敢喝。原来大村有部分居民近两年才拉自来水管线，位于末端管户的住户从上个月初发现家中的水质变黄，大约有30户受到影响。冰水果啊，拢安尼乌乌啊，啊，我讲哎呦，啊，这怎奈冰水果，我来讲较乌，冰水果，我讲啊，这安尼咁好食安尼啦，我唔介用啊，我讲落我即个贵个，即大碗泡烧。还有居民埋怨，根本是次等公民，滤芯一两天就变色。对此，水公司解释，全因为当地的水质含铁量较高，氧化后才会变色。希望能够保持管网的连通，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停滞水的状况。自来水到末端后囤积时间过长，造成水质变色，居民们只求尽快改善，打开水龙头别再是黄色的。记者陈胜伟、韩志兴、王柏英、彰化采访报道。我是王一仲，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，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或是国际的话题，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。当然，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。